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么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我妹啊，平常上课很辛苦，然后呢，在家还要面对我，我觉得她给我一种很压抑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我哥啊，这几天带她去台中南投去亲近农场玩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想说，她这样子离我而去，我会。我会想他。今天洗澡吧。你知道我觉得最爽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这样讲的怪怪的呢。没有我怎么醒啊？是不是？那是啥小？德州电锯杀人狂。哎，这屠夫靠腰，这变水饺皮了是不是？哎，哎，这一次搞我妹的东西。肯定会非常成功，为什么呢？我老实讲一句话，平常他在家里老早就对我有点防备的心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我哥带他出去玩而已，那我哥平常又对他很好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会整个卸下心防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到了这个饭店之后，再跟我哥串通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出发。要不要过来？喂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好吃的呢。吃西沙，讲爆哦！不用怕，吃啊！他很怕，他在抖。你要去哪里？你别给我看！哥呢？说什么平常对我妹多好，有没有？结果一通电话，马上跳槽。我妹绝对不会想到，她来到了南投，我对她到天涯海角。跟你讲，她之后不敢跟任何人出来玩了。OK， 各位，现在已经是大概12:30左右了。然后我弟突然说他从高雄跑过来日月潭这边，然后我妹大概10:30左右睡了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他已经整个睡死了，好不好？OK 了，好，够了。OK 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面具是我戴过最好戴的面具，你知道吗？之前的面具都。很不服帖啊，那个不符合人体工学。你这面具也是最丑。你眨一下眼睛。很智障，很智障啊！我感觉一直笑这个、啊。OK。这到底在干嘛？很丑啊，蛮丑的，真的很丑。你的眼睛真的很弱智。啊，什么弱智？眼睛，你眨眼，你眨眼，这个真的超好笑。
嘛？ Imagination。这里是南投吗？那怎样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想。我在你的房间楼下，我也订了一间房。现在一点，我两点会再带你去。我好开心哦！我真的觉得你脑子破掉，你妈知道吗？没有双人房，请问你住哪？我住四人房。你干嘛要来？屁事！怎么办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没有房卡。Check it up.